喂，媳妇儿，啊，我跟嘉俊搁外面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来，亲爱的，喝口水，是不是渴了呀？不是不是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，真没跟别的女的在一起，我跟嘉俊真是嘉俊。宝贝儿，甜吗？不是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怎么正着呢？哎，真跟嘉俊在一起呢，没跟别的女的在一块儿。哎呀，昨天还跟人家宝贝儿的叫着，今天还不承认了呢。喂，喂，我跟我媳妇儿打电话呢，你这么搞我。行了行了，不逗你玩呢吗？至于生气吗？咋整？我帮你解释就完了呗。哎，赶紧的。喂，我是男的，真是男的，我都跟他住一起了。好了，我把电话给他。解释吧。喂喂喂，媳妇儿，他真不是男的，不对，他真是女的。等着，他是家俊，他老爷们儿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你别笑。这回我媳妇儿来电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给我好好解释。喂，你要跟他分手啊？好的。什么知道了？喂媳，喂喂。咋整吧？哎呀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行了，你快别生气了，真是不想让我跑啊你！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是学建筑。学建筑为什么不做建筑？你当炮咋不去当厨子呢？你最擅长什么？我最擅长在适当的时候说不行。举个例子。不行。我们公司要免费加班，你能同意吗？我上班是不要工资的。哼，你逗我呢？是你先逗我的。你有什么优点吗？我非常热爱工作。是什么让你保持这种优点的？因为穷。你有什么领导或组织能力吗？有。举个例子。我曾组织过多次罢工。你别笑。我们试用期工资是很低的，能接受吗？我试用期不好好工作，你能接受吗？那你会被开除的。这样啊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。你有什么特长吗？我腿特长。你咋不说你脸特长呢？行了，就到这儿吧。不行。你对电脑里的软件什么比较熟悉？扫雷、蜘蛛、纸牌，我都行。说出一个我应聘的理由。你的工作不就是招人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能让你从这么多人里头脱颖而出。因为你的工作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我看你的年薪只要10万。那我年薪要1000万，你也不能给我呀。好吧，你别啰嗦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没有工资。我会好好努力工作的。来，别玩儿，来。咋的了？我问你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昨天干啥去了？哪里去了吗？逛街去了。跟谁去的？不咱俩去的吗？是咱俩去的呀，我自己回的家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把你拉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说就咱俩人去逛街，你还能拉你？真是。你不生气吗？我不是去捡一去了吗？我撵你车屁股后跑，你进屋都到家了。不生气吗？我老公不生气，要不然你晚上跟你哥们儿去海底去吧。咋说呀？哎，晚上快乐，都你喝啊！明天我先去了。去哪儿啊？你坐下。快乐吗？刚答应的吗？不，谁答应？把你手机给我拿出来！怎么今天晚上把你手机翻了一遍？你告诉我，你解释解释，你跟你哥们那些暗号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暗号，哪有暗号？没有暗号啊！你看看，哎，这个问号是什么？在吗？那个小帘呢？在。这个酒杯是什么意思？喝酒。那这个女的和老虎什么意思？去不了母老虎在家了。谁是母老虎啊？这里有个鸡头什么意思？有个妹妹。啊，有个妹妹，有个妹妹。啊，那这个马什么？马上到。行啊你。买包，反正还有200多天你过生日了，今天给你过生日。买包。买包肯定买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别疼。炸！少扔啊，那买包就行啊。啊，你还敢攒私房钱呢？那男的谁啊？啊谁呀、啊？不承认是吧？不承认就分手。生日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。服务员来。哎，先生你好。你没看是吵架呢吗？换首歌行不行啊？哎，行好。不是，你说是谁呀、啊？就是那个穿紫色衣服那男的。你说呀？不是，他就是。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桌子上有韵味。服务员，这怎么搞？快换。他就是我一个表弟，你表弟把副驾驶坐了，那我坐哪呀？我坐后排啊。我应该在车里，我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。我换。宝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他真没什么。那你跟他在一起干嘛？那不是刚从他家回来吗？服务员，能行了不换？别难过了，这不他刚回沈阳吗？我妈让我去他家看看，然后带他出去玩呗。怎么就让你带不让别人带呢？妈安排的嘛，你就别纠结。我不纠结，我还得成全你们两个呗。
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。不是你，哎呀宝，你别，我对你付出的服务员，你换一个。我真的误会了，我真没有什么。你今天哪都不许去，就得在家待着。不是不是，想要自由是吧？那就飞吧。不是，来，别玩，来。咋的了？我问你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昨天干啥去了？逛街去了吗？逛街去了。跟谁去的？不咱俩去的吗？是咱俩去的呀，我自己回的家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把你拉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说就咱俩人去逛街，你看能拉你？真是。你不生气吗？我不是去捡一圈了吗？我撵你车屁股后跑，你接我都到家了。不生气吗？我老公不生气，要不然你晚上跟你哥们儿去海底去吧。怎么说呀？哎，晚上快乐，都你喝啊！明天我先去。去哪儿啊？你坐下。快乐呢？刚答应的吗？都谁答应？把你手机给我拿出来！昨天晚上把你手机翻了一遍，你告诉我，你解释解释，你跟你哥们那些暗号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暗号，哪有暗号？没有暗号啊！你看看，哎，这个问号是什么？在吗？那个小帘呢？在。这个酒杯是什么意思？喝酒。那这个女的和老虎什么意思？去不了，母老虎在家了。哎呦，谁是母老虎啊？这留个鸡头什么意思？留个妹妹。啊，留个妹妹，留个妹妹。啊，那这个马什么？马上到。行啊你。我哥们说他在一对上找到一个温柔、美丽、大方的小姐姐，让我过去帮他看看。买包，反正还有200多天就过生日了，今天给你过生日。买包。买一包肯定买。不早说呢。别疼。炸。少扔啊，他买包的钱呢？啊，你还敢攒私房钱呢？不是你有出来就一直在这吃饭呢，在干啥呀？我头疼。你有脑子？你有脑子吗？我没有脑子能被门夹呀？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脑子才被门夹着呢。在地上了？我有病啊！把脑袋往地上撞。是你有病吗？那不吃药没？吃啊，喝的敌敌畏。啥味儿？咋的呀？自己溜达去。哪儿啊？我自己逛街。注意安全。不是你就不能陪陪我吗？吃饭呢吗？我陪你。不是吃饭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吃饭重要，你以食为天，没有饭哪来你？我俩别处了。我咋的了？找我男闺蜜去。咋儿找的？上非洲。黑人呐？我去，绿巨人。我跟你说，我比他强。不是，你自己在这吃吧。哎，快，没吃完呢，找垃圾走啊！别的你别，我不吃了行吗？我看手机。不是你一天除了吃饭就是看手机，你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一对 APP 都是好买手机。我兄弟就在上面找对象，正让我帮忙瞅两样呢。不是你能不能别老看那破手机了呀？干啥？我都说了我头疼，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头疼。那咋整啊？先把饭吃完去。不，你一天除了吃饭看手机，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？来，我揉揉。来，我什么？炸！啊？哪？你别笑。